小黑粉子们呢，你们不都说我吹牛吗？行，我今天再给你们吹个大点的啊，以后这块地儿只要是咱家老铁咱家粉丝来了，就免费吃免费住免费玩。但是呢得跟大家说明白啊，我现在吃没有这个能力，老铁们你们来了自己想吃什么自己带，咱这个厨具啊灶什么的包括烧烤炉子随便用，我给你们的提供。只要是咱家老铁来了亮出是咱家粉丝就好使，我话就扔在这儿啊。另外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最近更新段子不及时，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干的干过来，也没有什么人脉的资源，现在这儿就我一个人，需要去协调很多事儿，手续啊施工啊乱七八糟的，真没有时间去拍段子。在这儿呢也感谢我到了这儿之后认识几个好大哥，帮我处理了很多事儿，还有就是咱家粉丝也教会了我在这儿一些不懂的地方。还是那句话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在这儿就是抱拳了，真感谢了。再就是我们哥几个确实现在都非常努力，虽然说方向呢不太一样啊，但是都是想好。我这块呢也想快点稳定那好起来，我还想把我家那老虎给接过来，让他看看这就是朕给你打下的江山。怎么说呢，我希望我们兄弟们呢都好，只要是我这边呢好了，我还希望我们哥几个那还在一块儿，不光是我们哥那哥们几个，还有咱家那老铁，你只要是想来咱们一起做点事儿，包括拍视频呢乱七八糟的这都行，我都欢迎啊。你像我们哥几个现在就斧哥有收入，他没事接点活啥还能挣点。我俩也聊了，他就想呢接团领着咱家粉丝那老铁呢可哪那溜达玩，他还唠嗑还能爱耍。所以说呢咱家老铁呢作证啊，以后这块旅行社的业务就交给那个那斧哥了。但是现在还施不了工，你看这个水面都已经化了，但是这个地面还有那个冻层得等完全化了以后才能施工。争取五一吧，五一那个就整个大差不差先整出个样来，咱家老铁来了有个地方玩，是不是也就还能有个十来天吧就能化开。这两天没啥事儿，我看看这两天提前拍拍我家的这个长白山的这些点儿，特别漂亮，真的。让老铁们提前去感受一下。更欢迎咱家老铁呢，要是有时间呢，你亲自过来呢，感受一下咱东北人能不能处，咱家的景美不美？还是那句话啊，到了咱家这块一亩三分地儿，免费吃，免费住，免费玩。